Where the movie started,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battles happen everywhere. 哎，对，达哥，还有客户在问啊，像我们疫情期间，我们有做哪一些的防护？像我们现在啊，就是在带看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是尽量跟客户吼、保持就是1.5公尺的距离哦。然后我们进去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会戴那个面罩。那因为现在录影嘛，那所以没有戴。但是我们去带看的时候，我们会戴那个面罩，然后同时也是戴口罩。然后还有说我们会帮客户去消毒手部啊，然后甚至说我们看护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都准备那种就是纸拖鞋。那客户看完房子之后，那个拖鞋就直接抛弃式就直接丢掉，哦，避免说下一位客户来的时候去做一个传递的动作。哦，那同时之间，我们像公司的部分有没有？像我们还是会邀请客户来可能看产权。哦，那我们公司的部分也会尽量就是把人数啊降到这个5人以内的这个标准。哦，那进来的时候一样也是用10连制的方式，然后有量额温，哦，然后消毒手部，哦，然后我们就是客户用完桌子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就是马上去消毒的清洁。哦，还有说我们每2个礼拜，我们公司啊会有一整天的时间，哦，会请那个外面专门的消毒公司，哦，来我们公司去做一个全方位的消毒，哦，杀菌这样子，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安心。那我们现在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准备那个一个这个叫做防疫笔，防疫纸巾笔，它像我们要带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送给我们的客户。这支笔有什么作用呢？哦，不是要卖笔哦，就是送。OK， 那这个黑黑的地方啊，是给你就是按电梯的，哦，就是电梯这样，然后哎你就按一下，哦，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你要推门还是什么的，哦，按那个入门啊，就按一下按一下，哦，你就可以不用去接触到，用手去接触到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它这个有个沟槽，哦，一开始我当初也不知道这个沟槽是干嘛用的，后来我才知道哦，这个原来是给你跨手机的。哎，你看像现在这样子放，对，手机就可以完整的架在这边，对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它最厉害的地方是，它这个地方啊是可以补充酒精的地方。哎，你看这样子，哦，这样，它可以补充酒精。然后在我们就是可能做完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然后同时之间也可以消毒手部，哦，可以喷压，然后等于说你只要随身带着这支笔，哦，你就可以就是到处走透透。那因为其实现在也在提倡说，像有些你可能忘了带手机啊，不方便去10连制，有没有？你需要拿那个就是现场那个笔，其实说真的也不安全，所以我们这个笔啊，随时放在身上，有没有？你用你自己的笔去签名什么的，相对呢是比较安全的，有保障。哦，那对对对，那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带看都会送给客户，那客户其实那个。很开心的，对，哎，这个很不错，很小东西，对，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点点小心意。那我们公司是算非常非常用心在经营哦这个事业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走得长长久久。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啊，我们也希望啊为台湾哦就是尽一份力哦。那希望也给我们的客户就是相对的保障，让我们客户知道说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用心的，对，嗯。然后听说我们公司还有特别准备了一个那个。喷那叫什么喷雾器吗？哦，水神的喷雾器，对，那个因为其实我们老板是这样哈，他就他对哈这个安全哈防护哈还有什么的，就其实我们都希望说用一个最高的规格来对待我们的客户跟同事。哦，那当然因为这个公司嘛，那个公司比较小一点哈，但是我们呢公司准备了2台那个什么水神杀菌机。哦，那个动不动就要补充，那个可以去做整个室内的一个让空气去做一个消毒循环，然后过滤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哦，那待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水神消毒的过程，其实还蛮有趣，就很像一个喷雾机这样子。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